叮铃铃，只听电铃闹不停。我手震，脚又冷冷，我惊到癫痴乱性，魂魄无主，惊妈妈回家。情那可不成，佢反对我俩会见，我也知佢不答应。今次平地起暴雷，哪得心灵？呜呜呜呜呜呜，只见多利吠不停。喂喂，快啲啦！冇办法咧，我想滴先，冇捷径，无处藏身，我心内震惊。赶快藏在帘里头，那可不成。台底啦，太露眼，冚张被先，脚露正啊，好似床下安全，快点应承。屈得我像只蝦，手脚动不成。咪出声，咪乱叫啦，暗辛苦都要定性啊。前往门边，我偷偷前望，一片宁静不见人，认真不明。喂喂，哪一个啊？冇话认落，哪一个都话冇人认落，只怕人哋走错门，惨把身受刑。害人。